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国广汽北美汽车国际展的展览厅，在我身边的是著名海归人士黄少棠博士。黄博士现在在广汽任技术管理工作，我们非常荣幸在这里请他给我们谈谈带来了广汽的自主品牌来到了第二故乡又回到了底特律他的感受。这个非常激动说实话，这个离开底特律十年以后，这是第一次重返底特律 Auto Show。 这是以前在此之前在底特律居住过20年有余，但是呢这一次回来没有像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激动和感慨，因为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精心开发，随同团队精心开发，这个带进来的是我们自己的车，每一块每一片设计都有我们渗透着我们的心血。十年前回中国的时候没有这根本没有，也没有这个公司，也没有这个品牌，也没有这个设计。今天十年以后带着产品，仿佛是对自己十年努力奋斗的一点认可，一点点欣慰，所以非常感谢有这种机会能够在面对我的这个在底特律的父老乡亲。您能不能对我们这里的汽车专业人士谈谈您去广汽的一些感受？去广汽就像很多出国的人员返回一样，一句话就是舍才能得，就是说看你的追求。那当你走回国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肯定有很多新的挑战，也正是这种不明朗不确定才孕育着机会。可以说很难有当初的广汽做自主品牌这么不确定，因为也没有公司租的两间教室。如果在这么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能做出传奇车，而且成为国内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想在其他的不确定，相对于这种广汽的不确定来说，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外留学生应该可以挺过去。我觉得应该是来说中国是汽车的前途和希望。我们恭贺广汽自主品牌传奇品牌在美国亮相，希望美国人民喜欢这个品牌。我也希望如此，热盼如此，谢谢。非常感谢。